把我的摄像头放在右下角啊。再给大家开个预言。抠一下。哎呀，我把外面的这个关不关呢？哎，无所谓了，不关了。其实我也不抠他了，我抠他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说实话。真没啥意义，我就跟着大虫子补吧。我们也没带点盐，咱想杀他也是费劲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也不抠他了，啊，抠他也可以，抠他我们攒的女神之泪，抠他，不抠攒不了女神之泪，抠他，我抠他他也不掉血，关键是抓小兵，抠一下。哎，莫干辣打野 ，A 打 A 一下 ，Q 一下，俺俩的虚区是真的低，兄弟，这虚区这个低。我补刀回家。不回家，再补一波。回家吧，咋玩上鸡巴脸了？这把比较适合鸡巴脸，你看啊，大虫子凯南加泽拉斯，有个女警加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有个女警加皇子，这不正适合我们卡萨丁的吗？哎，这波应该传上路好了，这波要是传上路，我估计能打一波。我攒一攒我的女神之泪，我们前期啊还是以发育为主，杀人为辅，没到六级之前不动这个杀心。回家，回不回家呢？不回家了，再补一波。我补了39刀，快40刀，我基本上没咋漏这一把。等女神之泪好了，再抠着大虫子，抠他一下。W E， 抓小兵。你就跟我发育吧，嗯，俺俩就发育，你发育我发育，我坑你一下。卡萨丁主义吗？主义呀，走位，坑一下，一下。嗯，这也能起飞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我决定往上闪一手。跳弹，哼，往上走来，插眼儿，你们就追吧啊，你们就死追。点赞，送塔，呀。
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啊！哎呦我操！狼了一波啊！其实我们能不能走？一开始能走，但我想试试能不能省个闪现，你知道吗？能不能走？其实是能走的。早不闪现，早其实是能闪的。人嘛，总是存在着侥幸的心理啊，这很正常。好，我们无敌了。RWQE 走，平 A 往前来，再 A 踩平 A 杀。如果大虫子现在压不住我们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啊，他也带的传送啊，吃个药了，我们就吃着塔皮就可以了。他也没升，等他升了，我们直接走。这个我怎么好像看过呢？啊，这一段刚才俺们是不是发生过呀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呢。你这弄这龙也没用，你也打不死。来踩，哎，这也行，哎呦我这也行。居然把我吃了，我没想到。呀，下路塔没了，那看来不行了，这得好好玩了啊。看看下路怎么个情况，我们来一波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招，一段 R， 两段 R， 走位 ，R Q E 杀死一个，给我加血来，回头 R 平 A。别着急啊，来抓 R 死你也得死，上车 ，QE， 你别抢人头啊！再说你老下来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游戏结束。给点钱吧，大哥！这个抢啊，你抢什么玩意儿了？你说你像精神病似的，我差100块钱，你瞅你那个零杠三那个样吧，你配吃兵吗？你配让这些小兵吃吗？一个兵你也吃不着，菜样吧。你跟我走，传一手，
他说一发走呗，踩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，踩扎。你跟我走啊，你老跟那亚索走干啥呀，你说跟我走是不是人头到手。R打反溜走呗。 R 平的肉一死，小小泽拉斯不知天高地厚，挑战我无敌的卡萨丁小伙子。咱们来打个蓝，先插个针眼，快回家啊！希望这个位置没有视野。不管他俩了，那幽咪也不跟我来，拉倒吧。咱先来个美甲的窃魂卷，再来个水银之靴，出个扫描。猴哥下会棋吧，出新版了，出新版本我可以给你下一下。有没有人来中了？这中路没有人了吗 ？QRW 走呗 ，ER 过来伸个大招 ，QR 过来扎一下，一闪 ，R 走，撅不死。扫一下，好，大虫子把 R 用了啊，别着急，女警可以杀我一套他就死。好，等他没视野来 RW 踩上来扎，第一个踩没踩到，让他反应过来了。回家，来个大棒吧！好，大天使出了，出完大天使，我们出个沙漏，出完沙漏，我们来一个巫妖就可以了。实在不行，对面魔抗比较高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美甲窃魂剑给它换法穿。上路凯南没杀过吧？去一波啊！RW 跑，我操，干啥呢？这一死，不能让他值钱啊！这红 buff 也不能给他，给他就坏了。闪现 R 可以 ，Q 一个，来 QWE 往后拉，
不太好上啊，去右边追女警。R E W Q 踩死，虚空行走。不是咱坏，你这他玩的又不咋地，玩上还老抢东西。你说下路那波兵，我也不是说特意要收他，我差100来块钱。你正常是不是四个队友都会给，对吧？你也不差钱，他也不给。完事你说你都这样式的，你还拿卡萨丁的红，兄弟，他9级，我12级，还老要拿东西，还走回家。你也没说话，凭什么给你？我说了啊，我可说了，我在左下角，你看我都点了。我那天我要差点钱的时候，我都给他说了，我说我直接点的兰陵汉的苦楚需要667斤，我都说了啊，我这是说了的，你可别说我没说啊，我可说了，不要瞎说。来个跑快快吧，我来了，来 QRW 先秒凯南，踩死。谁在这里打东西？是谁？谁这么放肆？啊？是谁？阿 Q， 踩。我早就跟你说，你跟着我走，这有肉吃，你知道吧？你跟他们哪有肉吃呢？上车，我带你去看点大人看的东西。算了，不上车拉倒，到底上不上？那亚索还拿蓝，等他死了，死了完事以后看谁身上有蓝，我们把那个人给杀了去。先把这大虫子给收拾了。RW 的 Q 走呗，踩，交闪，跑闪现。那亚索死没死？QERA。W 闪 ，R 走 ，R W Q E， 再踩，哎呦，黄子居然不往前走，往后走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红要不要拿一个呢？先拿个红吧。刚才黄子应该是没打。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插了个眼儿呢？这是谁插的呢？这黄子什么意思？
跑我面前放峡谷先锋，小伙子，我发现你是真得变成我四成叔了，你是。我先打个蓝 buff。现在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卡萨丁的休 time， 知道吧？休 time， 赶紧升个16。先回家。算了。嗨 ，Siri， 不用了。Hello， 休泰姆。哎，我就想知道对面那人都哪去了。这一看呢就是想逮我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。好，呵呵，好，16了。蓝不够用现在啊，先等一等，回点蓝。我们有蓝 buff， 先把这3000多点蓝给他回上来。无敌了啊！我看谁搁那尿尿、随地大小便，谁？谁？你是吧？就你随地大小便是吧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咱先来个这个吧，一会儿出来再换，好吧。谁给我下当了刚才啊？黄子儿。先传出来，去打个蓝 buff。我的天哪，这16级的卡萨丁啊，就是根本就不像人。这泽拉斯我能杀，就这样，一秒。把它换个猫子，嗯。
哎，亚索来了啊！闪 R 不是 R 闪，是 R 闪呢？是先摁的 R， 再摁的闪现。那卡萨丁 R 闪就跟闪现 R 似的，你那个动作看起来是闪现 R， 但其实我们是 R 闪，能理解不？我估计能理解，基本上玩过卡萨丁的人应该都能知道，不会有这都没有人知道吧？啊，不会有这都有人不知道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应该不。